前由陈可辛导演、黄晓明、邓超、佟大为及杜鹃主演的创业传奇电影《中国合伙人》在清华大学举行首映式，全体主创盛装出席。发布会上，众主创纷纷回忆青春校园。黄晓明坦言自己从未想过当演员，只因成绩不好，只是参加了艺考。眼看台下观众情绪不是很激烈，黄晓明开始爆猛料，称一进大学就被赵薇的美貌迷住。我就远远地看到前面有个女孩，真的是长长的头发，瀑布一般的黑发到腰间，穿着黑西装，然后特别好看。回过头来，哇，大大的眼睛，长长的头发，白白的皮肤，直接就进。你们都在现场是吧？怎么麻成这样啊？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真的说真的，那真的就是我当时心目中的女神，就一下子被打中了。这时台下观众也起哄喊起赵薇的名字，黄晓明还颇为得意，他继续回忆当初和赵薇演小品的糗事。赵薇一下来就嘲笑说小明你在台上太紧张了，我整个什么都没看见，就光看你的脸在就是特别糗，你知道当时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这样子是一件很糗的事情。旁的佟大为还调侃道，就是赵薇是你生活中的苏梅了。好像一总结有那么点意思。由于在《中国合伙人》里，黄晓明饰演的陈冬青在校园里与喜欢的女生发生了关系，问到和赵薇当年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，他先是不愿回应，随后反问道：“你猜？”反正我就跟你说，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过去。哦，是啥意思？啊？那段过去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，其实我愿意把它埋藏在我的心里。